看哦，哦，这种题目有缺角，就是第一个把它还原，啊，还原就是把它延伸线，延伸线哦，每一个线段的延伸，记住，上视图要延伸，啊，好，画它延伸线，画它延伸线，啊。正常的来讲，角锥都一定会碰在一个顶点上面的，哦，所以这个一定会相对，啊，所以一样，你先不管它被裁到怎样，哈，啊，来，第一个地板先画上去，黑板画上去，好，通过顶点，记住一定要通过顶点画两条水平线，哈，跟这个，好了之后，来哦，老师，可不可以请问你，它这里是？一样四个三角形，对不对？它的展开图是四个三角形，只是它的样子可能变成怎样子？可能变成，哎，你可以看啊，它这里是比较长，这里是比较短，所以它的三角形是变成这样子，一个比较长，一个比较短，一个比较长，是不是？对吧？所以你会有两个半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注意看哦。好，所以我们要求出两个半径哦。好，所以我们来求证一下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哦，这两个是一样长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不管是这一个画过来，或是这一个画过来，哦，都会在同一点嘛，啊，哦。好，所以一样画过去之后，把它画垂直线下来，啊，哦，这一点。所以这里会一段时长，对不对？好，这里我们把它叫短的，好不好？啊，短的，这比较短嘛。好，所以这边有一个比较长的，所以一样以这里为圆心，这里为半径画，好，求证一下，都通过另外一点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一样把它画垂直线下来。这里就是比较长的，啊，比较长的腰，所以你看这里是有比较长的腰跟比较短的腰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一个是时长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要画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哦，来注意看哦，好，你画出来会变成这样子哦。